亮哥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前面就到了。听慈，这三位便是丐帮的长老们，分别是简长老、彭长老和梁长老。小女子见过三位长老。穆姑娘，请不要客气。我听说我们的帮主点拨过你，那你就应该是我们丐帮的人了。再加上杨公子和我们现在的关系，你就更不要客气了。你们？我已经决定加入丐帮。当真？穆姑娘是不愿意吗？杨少侠可是英雄少年，他能加入本帮的话，那丐帮必定是蓬荜生辉啊。穆姑娘可不能不允许啊。我怎么会不允许呢？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七公对我又有授业指导之恩，你们要是能接纳阿康，我感激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不允许呢？从今天起，我一定会在丐帮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，也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和担心了。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。三位长老，你们日后要多多指点阿康啊。那是自然的啊。今日当着三位长老和众多丐帮兄弟的面，我想完成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。妹子，我知道这一路走来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你一直陪着我。从今天起换我来守护你吧。我这辈子已经欠你太多，就让我留在你身边还债好不好？三位长老，今夜便是丐帮大会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想借这等好日子迎娶我家妹子，可好？好，好，父王。康儿，怎样？武穆遗书的所在就在此画之中。这画是我从郭靖黄蓉手中所得，这只字片语想来便是武穆遗书真正的所在。铁掌招风，竟然是在裘帮主的铁掌峰，那此事便容易得多了。康儿，你又立了一件大功啊！为了父王的江山，孩儿万死不辞。好孩子，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由你去做。何事？这丐帮在江北素来与我朝为敌，只要我大军南下，那丐帮必然在后杀我将领，焚烧我粮草，爹爹苦不堪言呐，一直以来无计可施。若是能让丐帮全体南迁，咱们南征是不是省去了很多麻烦？知父者莫过于子啊。今夜之后我便能接任丐帮帮主之位，导师自然将此事安排下去。只是我刚刚上任，根基不稳，怕是难以服众啊。放心，爹爹自会派人去接应你。谢父王。我客儿呢？
欧阳先生。晚辈拜见欧阳先生。欧阳先生为何而来啊？王爷，我家客儿在哪儿？欧阳公子，我去取武穆遗书，你替我照顾客儿，你怎会不知他的下落？那日欧阳先生离开以后再无音讯，我以为先生去寻找欧阳公子了。我赶到牛家村时，客儿已经不见了。那也许是欧阳公子先行离开了牛家村。不可能，我们叔侄二人平日联络的暗号也消失了，说不定他已经遭人毒手。那日我离开以后就去了铁掌帮，真的不知道欧阳公子的下落。护不住我的客儿，我留你何用？是郭靖，那日我在徐家酒馆亲眼所见，是郭靖杀害了欧阳公子。康儿，欧阳公子曾调戏于黄蓉，郭靖一直怀恨在心，趁欧阳公子不备杀害了欧阳公子。你敢骗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留半句虚言，便死于欧阳先生的剧毒之下。怨我连郭靖都打不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阳公子欧阳先生，且慢，郭靖、黄蓉如今就在我手中。这丐帮信物，便是我从黄蓉手中所得。本就打算今夜子时，在君山轩辕台上杀了郭靖、黄蓉，为客兄报仇。只是晚辈还有一事相求，求先生答应。切身体会到，行走江湖若无本事，只能任人鱼肉。眼下我即将接任丐帮帮主之位，身无长处更是如履薄冰。晚辈仰慕先生已久，希望拜入先生门下，习得本事，一统丐帮。若先生收了康儿为徒，那么，今后丐帮和白驼山便亲如一家，我们父子必然倾尽全力，助贵庄成为江湖最大的势力。师父在上，受弟子一拜，领职的仇弟子必定去报。你们两个睡得还挺香啊。彭长老，我和靖哥哥好歹也是七公的徒弟，这么说来咱们也是平辈，你这样无缘无故帮我们，也不怕七公怪罪？你们两个逆徒竟然还有脸提起帮主他老人家，今夜的丐帮大会就杀了你们，以慰藉他老人家在天之灵。你这坏老头说的话也能让人信？哎，啰嗦。到时辰呢，怎么先进来了？新婚之夜，新郎掀开新娘的盖头后，两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夫妻。念慈，我等不及了。你且安心去参加大会，切莫误了正事。我等你。好，等今晚丐帮大会结束后，
我来找你。嗯，快去吧。众位兄弟，天祸丐帮！洪帮主他老人家在临安府惨遭贼人毒手。洪帮主他老人家怎么了？帮主已经跪天了。是谁杀了洪帮主？对啊，那是谁？洪帮主报仇！彭长老，帮主归天是谁亲眼见到的？帮主如果尚在人间，谁吃了豹子胆、老虎心，敢去救他？那位见到帮主归天之人，今天就在此处。请杨少侠。诸位兄弟，在下杨康，在下亲眼所见，是桃花岛岛主东邪黄药师和女儿黄蓉、女婿郭靖杀死了洪帮主。黄姑娘和郭兄弟是洪帮主弟子，怎么会失师？黄蓉和郭靖为情爱私奔，黄药师却迁怒于七公他老人家，借题发挥，大打出手，两人久战不分伯仲，不料郭靖为了讨好黄老仙，竟从背后偷袭，杀害了洪帮主。胡说八道！洪帮主和黄岛主本就交好，怎会因此等小事痛下杀手？那如果黄药师为了在华山论剑中取得先机，先铲除对手呢？卢长老，你即便不信他，也不能不信这本帮信物吧？如果不是帮主愿意，谁能从他的手中夺得此棒？洪帮主既然把此棒给了杨少侠，那这意思就非常明确了，他老人家就是想把帮主之位传给杨少侠呀。兄弟们，眼下咱们只有两件大事，第一就是遵从帮主的遗愿，立新帮主；第二就是商量着如何替帮主他老人家报仇雪恨。立新帮主为洪帮主报仇，立新帮主为洪帮主报仇，立新帮主为洪帮主报仇。兄弟们，立新帮主，听我说，洪帮主在世之时就有意钦点鲁长老为帮主，今日让一个帮外人士接任，要我说，就让鲁长老当帮主。鲁长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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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管不管你巫医派的弟子？丐帮大会不叫人说话了吗？你，巫医派的兄弟们，论德操、武功，还是人望，鲁长老最适合做新的帮主。但帮主信物在此，还有洪帮主的遗愿，我们不得不从嘛。如果兄弟们还有什么疑惑，可以上台一看。这几日杨少侠手持此棒，在越州城一呼百应，我只当是闲谈传闻，没有理会，可不想杨少侠竟敢来此应约，那我确实该好好
再瞧瞧吧。岂敢违背？我鲁有脚愿奉杨少侠为本帮第十九代帮主。那既然鲁长老无异议，我们三位长老也无任何异议。四位长老，在下才疏学浅，无德无能，实在不敢担此重任。既然是洪帮主一命，杨少侠不必过谦，丐帮的事宜就由众兄弟们辅佐完成，杨少侠不必担心。杨少侠，杨少侠的帮主吗？别提了。杨少侠可千万别辜负了洪帮主还有兄弟们的好意呀。大家盛情难却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便恭敬不如从命。众位兄弟们，那就请杨少侠接受洗礼仪式。上轩辕台。杨帮主莫怪，这是丐帮历来的规矩，封立新帮主时必须朝帮主身上唾唾，只因叫花子四方乞讨，受万人之辱，身为群丐之首，必得先受帮众之辱。原来如此。杨帮主莫要嫌弃才是。无妨，我既是丐帮之人，自当遵守丐帮的规矩。这是本帮第十九代帮主杨帮主。杨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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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帮主。杀害洪老帮主的元凶虽未伏诛，不过两个帮凶已经被我擒获在此，带上来。这两人欺师灭祖，罪大恶极，今夜我便杀了这两个逆徒，以祭洪老帮主在天之灵。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吧？是啊，启禀帮主，他们二位跟小的在宝应相识，他们二位是行侠仗义的少年英雄，小的愿以自己的性命担保，老帮主生死之事跟他们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有话也是你们长老来说，这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帮主，这是本帮报仇雪恨的大事，还希望帮主能够明察。明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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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察。鲁有脚，明察。你既然说了奉立新帮主，现在怎么又不听帮主号令？明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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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察。既
既然巫医派的弟子们有所疑虑，我便问个明白，以免兄弟们生疑。我问你们话，你们也不必答话，我说的对便点头，说的不对就摇头，如果有半点欺瞒，休怪刀剑无情。这女子是黄药师的女儿，是不是？小子，快回答帮主的话。这女子是黄药师的女儿，是不是？你想迎娶黄药师的女儿，可黄药师不愿将她许配给你，是不是？洪老帮主受人暗算，身受重伤，你二人就在他老人家身旁，是不是？这是有贵客到来。是何人？铁掌帮。帮主，铁掌帮可是川湘的大帮派，他们帮主前来拜山，须得好好接待。帮主，这两个小贼待会儿发落不迟啊。也好。求帮主大驾光临。听说洪老帮主先去了。是的。天下英雄又少了一位，竟没机会比上一场，可惜了。邱帮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选出来的新帮主。少年英雄，恭喜丐帮。就
久仰裘帮主大名，今日一见铁掌水上漂的名号果真是名不虚传，不知裘帮主今日前来有何贵干？毕帮与丐帮因地盘争执不断，老夫得知今夜杨帮主接任，特借花献佛送上一份重礼以表歉意。顺便问及一桩要事。裘帮主，如此的厚礼我们好像担当不起啊。老夫方才说借花献佛，你忘了吗？此乃大金六王爷托老夫转送的。不是，啥意思？都摆不上，就是对，不能要。放心，爹爹自然会派人去接应你。裘帮主所提到的要事，可也是六王爷的差遣？六王爷此前对老夫提起，言道：北方地级民贫，难斩郡主，还希望……王爷是希望我帮撤过长江南下吧？果然聪明。北方苦寒之地，怎比南方地暖民富？丐帮兄弟也可南下歇马，现杀旁人。裘帮主和王爷美意指点，也正是我之所想。我帮弟子清贫，北方冬日尤其难熬，若是能到南方，定会少去不少苦难。如此看来，杨帮主是答应丐帮兄弟撤过长江，不再北返了。帮主，三思啊！我洪帮主尊号北丐，天下皆闻，这北边基业岂能轻易割舍？况且我帮忠肝义胆，事事与金人为仇，这金人的礼物不能收。更是万万不可渡过长江啊！周长老，帮中之事取决于帮主，不取决于你吧？几位长老，你们意下如何？但凭帮主吩咐，属下岂敢有违？既如此，八月初一南下。既然你们要撤过长江，我鲁有脚不撤。鲁有脚，我看你是想背叛帮主不成？纵然千刀分尸，我也不会背叛帮主。可列祖列宗一去，我鲁有脚更加不敢背弃。我丐帮帮众数十万，足迹遍天下，岂能受金人所限？你违抗帮主之命，我看你分明就是继任帮主不成，想分裂我丐帮。鲁有脚，你要是想造反的话，你得先问问我身后的这些弟子肯不肯。不肯。新帮主上任就与金人勾结，毁我们丐帮的根基，大家别糊涂啊！我丐帮从古至今以奸贼杀敌、为民除害为己任，你们到底是为谁的？众兄弟们，裘帮主今日前来拜山，也是为我丐帮基业着想。我知道众兄弟暂时无法接受南迁，但请大家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姓杨的，我朝的大好河山岂能让敌寇所占了？你这个帮主，我第一个不服。你，我丐帮众弟子宁死不能做叛贼。不能做叛贼，不能做叛贼，不能做叛贼。
不能做叛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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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做叛贼。妻子的天罡北斗阵，发现与九阴真经竟是一脉相传，于是我按照真经中的办法将七人之力合而为一，没想到这功力如此之强大。太好了，金哥哥。服还是不服？杀了我吧。好，轻敌啊！冯帮主，有您在此，怎容这小子放肆？这小子功夫了得，眼看就要华山论剑，实在不必再次与他消耗。双儿，靖哥哥，双帮主，把我杀了这小贼，我必有重谢。等介绍完蒙古族使团，还望裘帮主能够前往越州，助我家康儿一臂之力。自然，多谢裘帮主，小王告辞。老弟，哥哥，我演得如何？是不是让你满意到不行啊？表情做作，略显浮夸。不可能啊，明明是霸气外露才对啊。倒也无妨，华山论剑之期临近，我要专心练功，不想被琐事烦扰。刺杀蒙古族使臣之事，就交于哥哥去办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丐帮一事恐难免动手，我会亲自前往。此言差矣，我认为丐帮一事也可交于哥哥我全权处理。你会坏了我的大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废物终究是废物。是。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老夫心中自有分寸，又何须你来多嘴。杨帮主今夜上任，着实应该拿出些魄力来，老夫怎可喧宾夺主。诸位长老，咱们这里无数英雄好汉，怎能让这小子低看？帮主放心，自然不会让人小瞧了咱们丐帮。众弟子听令，不坚壁阵。是。
给这对狗男女生路，杀了他们，给洪老帮主报仇。金哥哥，帮我一下。我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丐帮武学。关延康，就你还想当丐帮帮主啊？诸位兄弟们，洪帮主并未归天，都是这个金人小王爷造谣，阴谋夺权，胡说八道！众兄弟们，切莫被仇人挑唆。你说七公一个月前与人比武遭人围攻，可我明明一个月前和七公待在一起，他老人家大吉大利，每日三只叫花鸡打底，胃口好，身体更好。七公还活着。帮主让你们擒贼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堂堂丐帮岂能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给诓骗了？大家瞧明白了，七公他老人家的打狗棒在我手中，我才是七公钦点的丐帮帮主。本帮法棍分明是你从我手中抢去的，众位兄弟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完颜康，你说这打狗棒是你的，那你会使打狗棒法吗？你一口一个打狗棒，如此出言轻贱我帮法棍，该当何罪？你身为丐帮帮主，居然一口一句法棍，怎么，你是觉得咱们这打狗棒轻贱，还是你根本就不认识这打狗棒？因为压根儿就是你从我这儿偷走的。这打狗棒不是放在谁手里谁就是帮主，那就是放在柜子里，难道柜子成帮主不成？我们既然奉立了杨帮主，岂能让外人辱他？各位丐帮兄弟们，我帮纵横天下，今日却让人赶上门来欺侮，是谁让黎生、于兆兴两位兄弟被人打死？是谁让鲁长老身负重伤？又是谁逼迫我帮南迁？住嘴！今日岂容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在这里指指点点？诸位兄弟们，他是存心来灭我们大宋的。他不姓杨，他姓完颜，是大金的赵王的儿子。江湖飘，千杯对空唱，生死相依凭栏长啸。星月照大荒，长弓射鸳鸯，山水相逢下路前往。是的皆虚晃，恩怨都斩断，只留下金银刀花。莫怕莫惊慌，一江湖一时狂，日行做梦中可怎知，醒来是天涯梦。大刀且寒窗，天之路泱泱，千秋梦万丈，纷纷扬扬，问少年何为英雄所向，或初心不忘，或逆尘无慌。大道且还长，天之路泱泱，世间人万丈，纷纷扬扬，谁能
之何为？英雄所向，尽一心寻访，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待纠缠。